What?五周年呢，我们的关卡也好，来宾也好，都要跟舞有关系。欢迎我们大来宾康哥跟康康哥，去武林大哥 PK 骰子吹牛。你有钱？两次弹救你们，抓吗？你们还有四条命嘛？抓一下嘛！因为他再怎么甩，他再去。可以下次再比。对哦，毅哥已经玩出一个心得来了。小哈的点数是，那小哈就是，然后加到二，你一定要抓，因为你最多到六也是十二，跟他打平。对啊，他再怎么赢，抓。所以你刚刚喊几点？我打三点。刚刚三点吗？三点。两点吗？哦，有录影的哦。三点半。好，获胜。那现在是第四组获胜。现在不放水了，我们已经二比二了嘛。对，不要来就是。我刚才是放水。接下来这一队很烂，有张立东。他们现在没有，他们没有分。你看看零这边零，两个零。来第五组，这位。来第五组了，第五组。哇，十方面。哎，四个路。不要做。什么情况？都没有节目了，怎么办？我会抓你啊，我会打你而已。来来，猜拳了，猜拳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大逆不道啊！大逆哦，没有良心啊！来，你这样子让对方先了。小贱人，我先。来，我是什么？五点到我吗？哎呦，康康哥。哇！什么意思？你喊了，喊了你就要抓了。你是五吗？喊了你就要抓。哎，他模仿我们，而且很讨厌。你们要抓吗？抓一个啊，没抓，没抓多。我抓。是大逆不道。就是五点，他们要少一条命。先露出那种方寸鸡的脸。好，来继续这边，立冬，阿东。六对了，来立冬一到六，捉，好讨厌，康哥是这么有霸气哦，竟然放过他，就是这样被他偷十分钟，你们是国字是不是？在模仿，抓，抓不抓？他是最后一名，他们两个不敢抓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多，不敢抓。对，我们听一个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再这样先行攻，来到丰田，再来个六。输了！你刚走笑死了，他白了，我跟你玩，他不来了。他很想喊字，但做不了自己心中那个坎。三，来，丰田一到八，抓不抓呢？三，算了。我觉得他太笨了，他不会骗人的。会骗人是他旁边那一对，不骗人，他跟你真的超爱骗人。不抓的话，就又回到这边了。这么明显，几点呢？真的让你难看，两遍，这不用抓了，好了。立冬剩一条命，丰田还有两条，不要了，我在领先的，放保险，对啊，这一组这很激烈，那我可以让你们看吗？我一直说掉一台，我们就甩到日本国旗，光字，好，看我，不要，睡，两点，一到八。立冬两点，抓不抓呢？因为我抓我要往回走不行。
对，所以就还是我来抓，因为我还有输，我还有两条命嘛，那就不放水了。该我了，放水，该我。刚刚闪个六是不是绝？还没，还没结束啊！哎，有有，康哥如果是康康哥，好，三点。你们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要抓。对，如果他是喊到这边没有超过十二的话，对，一定要抓。对，你抓到我扁，抓过来扁，抓过来扁。来这边看谁？来来，我来。直接一到终点啊，五的话就十三了。五，你一定得抓了吧？这不抓这个到到终点嘞。抓，揭晓十五点吗？你干嘛抢战呢？你就四就好了。惨事落三了，你们不要欺负人家一个人。反正那种三流戏那种没事就是这样。哎，我这一路，我这个都赢的。我了吗？放水流，很细水。哇牛！哇塞！四十一，我牛我，我只要一二三四。你要五，你要五六，五点五六，你要抓五六，赶快来 ，yes， 尴尬，六，用完，他们赢了，好，六，直接亮牌了，大哥，恭喜恭喜第五组羞辱前辈获得了五分钟的红利时间，才五分钟，接下来全体前进下一关。这个地方要来进行的游戏啊，相信其实是康康哥跟康哥都非常熟悉的老游戏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十字路口看过吗？哇，玩过，看过了。对，十字路口我就主持人嘛，也来过这里，他也跟我来过。他声音听起来太偏了吧？这刚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康哥，你管一下，你管一下，做人也不这样子，你帮我牵个线吧，拿好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要对他动，像马尔济斯，不能对他动，因为他是在地，在地人，基隆人，现心的。我可不可以拿碗踢他？可以。欢迎欢迎，我好朋友星星，进来了进来了。那你加入我们这里啦？为什么黑的啦？黑的啦！你不能帮康哥，康哥他们已经很强了。可是康哥跟我就是三十有多年的革命。开玩笑，有在地人帮忙，得谢先者得天下这样子哦。没错，我们这一关要玩的就是这个。五告喝家，两人一组需进行注音十字路口，比武林大哥快完成的队友即可将累积的红利时间转换成收工签。等一下，我手上会有一个运手，比如说喝，比如说喝之类的。第一道菜有意思。对，第一道菜拉出去各自吃各自吃，在吃完四道之后，接了四道回来找我拿运尾。可能会是A结尾、N 结尾，你就要想办法接到那个运尾。只要你们能够比我们两位大哥的速度快，快几分钟，身上的时间呢，剩下的时间就换成收工钱这样，加起来。了解，了解。明白。剩下很大，每一个看在哪里我都知道啊。对啊。那他是跟谁？那个跟谁？他们啊。是跟我们。啊？他是跟他们。跟你的话，不然跟你又。不然干嘛穿黑色啊？为什么跟你啊？在想什么？反正大家。去接美食就对了。现在来公布运手了哈，食物的运手就是这个，喝开头的东西，怀旧十字路口于北平。接下来马上就已经上了，到旁边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，先过一下。喝嘛，喝，因为你不可能是荤嘛，跟他跳，等下吃不用啊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们这一组算是有劣势啦，哦，因为我们有个日本人，可以啦。荒哎，荒田之前为了学这个他的喝包包学得很好，喝你会学什么？喝，什么意思？喝你会接什么？喝什么意思？前途堪忧啊，破徒弟。喝啊，你会接什么？皮啊，皮你会讲什么？皮，
你往你往这边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看，哦，什么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前面的那个不是那个，那皮蛋就好，皮蛋就好，慢点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皮蛋一人一个，这样不能吃哎。什么？你不要吃那个的，我台湾做豆腐都可以吃，但是皮蛋真的不行。这个我们要一份泡泡冰，哎，少一点，哎，不要太多，因为在比赛，哎，不行，要一份，一定要啊，一定要一份，一份，像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好瘦哦，没有，骨瘦如柴，哎，没错，来吧，螃蟹就好，要不要？不行。哎，可以螃蟹有螃蟹吗？可以啊。好好好。螃蟹肉可不可以？可以可以。来螃蟹肉。好吃好吃。好吃好，来原地吃啊，原地吃啊，原地吃啊。来一个，我们吃太普蛋好不好？太普。对对对，不要那么大声。他原地吃，好原地吃，原地吃，防疫规定哈。泡蛋。这泡蛋好吃。好不好？冰喝要接喝。喝。冰冰什么也可以啊。不行。注意。波奥。爆爆米花。爆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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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补哦，都是蟹肉呢，吃起来好香哦。有冷泡菜，好了，泡菜菜菜。好菜哦，是菜包。菜包会吃这种。菜好贵。炒米粉。超贵啊，炒米粉吃。哦。吃哦。炒。炒梅糖葫芦。这是什么什么？炒蒜蓉。不用烫的。有聪明。我已经想到了，我要吃菜包呢，而且我刚刚哪里有吗？有隔壁有卖那个把菜头。米粉到菜头。米粉到菜头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卖菜头吗？哎，你小子，哎，我们在吃瓜蛤蜊。他在说吃瓜，哎，我要吃吃瓜，我在吃瓜蛤蜊的。关键啊，闭嘴吧。哎，他进来啦，吃瓜的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跟你我给红包，你五十块的吃瓜，他敢进来喂？拜托一下好不好啦？炒米粉超贵啊，炒米粉吃。吃肉，炒炒梅糖葫芦，这是什么什么？炒蒜蓉梅糖葫芦，不用烫的。有聪明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我要吃菜包呢，而且我刚刚哪里有吗？有隔壁有卖那个把菜头，米粉到菜头，米粉到菜头，老板。不好意思，卖菜头吗？有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份？给我一份菜头。我们这个碗，吃啥有什么？春炒，不是炒，葱啊，葱油饼。这边有葱饼，这边有葱油饼有啊，一定有。在哪里？找啊。你知道这边哪里有葱油饼吗？这里面有。里面。你不要乱指哦。他说里面有。有。好，不玩了。这边有什么豆花吗？比较近的豆腐。对面有豆花。你不敢吃皮蛋，为什么？对。你根本不敢吃皮蛋，因为我一开始有人跟我说不要吃肉。
没有啦，现在化学了。是吗？对，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那真的，它都是有特殊的味道，它真是有特殊味道，跟丰田一样，有特殊味道。你们记得你加钱，要给他钱了，我不能八十吧？不然你八你要各吃各的，各吃各的。你们有没有水啊？啊，这样说，皮蛋多少钱？两颗，二十吗？下来了。两个人都要喝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碰到我？好、哦，收回。哦，原汁就是好喝。哎、欸，好喝、欸，真的好好喝哦。哦，老哥，你的鸡冠啊，大哥，你在家我上面有芝麻哎、欸，芝麻的料理哦，芝麻，芝麻糊啊，还有什么芝麻的？芝，哦哎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啊，芝麻球啊，芝麻球在倒立刚在，十字路口，那个超大杯外面，超大杯外面，你在电话遐啦吼，我你来啉这班啦。我比你多喝一杯，这样。没事没事。芝麻球，等下给我拿你超大杯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们在十字路口，哦，超大杯，你看到？哦，看到前面那个招牌有超大杯。请问一下有草莓汁吗？草莓季节还没到啊，我丢失啊 ，sorry 啦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肉，哎，这边没有各种料。那个纳豆。哎，菜头啊，菜头啊，菜头啊。菜刀算吧，四季豆就菜刀啊。哎、欸，一份这个是这个菜刀，谢谢。一份炸一份。哎、欸，你很聪明。菜豆宰的汁，宰的汁。对啊，豆哥，你要先想好下一道。宰。他这个种水果总会水果可以吧？总。行啊，总会三明治，总会三明治，总会三明治。你豆哥，你还可以后悔哦，你还会害自己不好。菜豆宰可以，菜豆宰可以，菜豆宰就宰汁。宰。包心本源，包子。哎、欸，包心本源可以哦。包心本源。不是，包心本源在前面。哎、欸，要吃完才可以走。来看，给镜头看。好。好，下一句好。葱。我想吃泡泡冰。等一下，再连嘛，连的时候吃泡泡冰嘛。同学，你有想到什么吃开头的吗？说吧，哎、欸，抽肉卷的、啊。一份抽肉卷。一份抽肉卷的、啊。要很久吗？多久？五分钟哦，哎、欸，要五分钟哎、欸。不可以啦。好。可以用你最快的速度。旁边那个红豆饼，那个红豆汤应该吃糖水一碗，没事哦，糖水除了糖水不，来，先给你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可以，直接一碗好吃哦，喝掉，是吧？糖水可以吧？嗯，好吃哎，就这样那一碗的糖，它、哦、那个甜甜辣辣的刚好。嗯，几位？我们三位，方和粉圆，鱼丸汤、啊欸、来了，鱼丸汤、芋头汤。哎、欸，这个碗，小碗，不能同一家吧？对，不能同一家，不能同一家。哇，好高兴，我都吃到甜的，我正好晚餐没吃。在这边白吃白喝。哦，我最怕吃甜的。可以，我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能用冲杠跳板去跑步，绕了零点五。鱼翅肉羹，哎、欸，那边，对，饭店。你好吗？对，行家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哦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吃出来？它是胡椒粉，很复合，有中药粉在里面，对、哦，好喝的。居开头还有什么啊？居卷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就在这边吃巨大章鱼脚，哎，可以吗？卷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可以吧？巨大章鱼脚，你要吃完。你要吃完才能点菜刀，那我们再吃多久？我们要吃。
大章鱼饺吗？可以。饺好像可以。饺鸡哦，鸡皮啊，鸡皮，鸡皮。我就在这边叫好了。那你先帮我备料那个巨大章鱼饺跟鸡皮，等我，等我。鸡皮。你要小段。还有小的小的。鸡翅吗？鸡皮就。好，还有皮什么？皮蛋，刚刚那边有皮蛋。不是四道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。四道，先吃完四道就可以回去拿玉米。一二三，这边就四道啦。对啊。你们过几个了？现在可以过三个。三个了。对，来。老板，姐，我可不可以单买一碗糖水？一碗糖水了。两碗糖水。对对对，要付钱的。要付钱，要付钱。你看清冰的价钱也可以这样。对，谢谢老板娘，生意兴隆，一人一碗，发大财。不够。可以了。好了，那可不可以加点冰？可以吧？黑糖冰沙，对对，黑糖冰沙，黑糖糖糖糖糖糖，对啊。要加满哦，要加满，要加满，谢谢。加满哦。芝麻，哎有有有，哎对有有有，有麻，有没有芝麻酥？芝麻球还是什么？玩游戏啊？丢丢丢，芝麻酥牛啦，芝麻酥酥，还芝麻酥，哎哎。芝麻酥，芝麻酥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酥也应该比较容易玩哦。客你的头壳客完啦，要吃完的量啊。哎，其他组有这么严格吗？对啊，四个就满了吧，四个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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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可以哦。可以。啊，酥是什么？酥酥平常汤什么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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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多谢。谢谢老板娘，生意兴隆哦，谢谢，漂亮哎，皮肤好好。他已经跟我们一样，第一道吃皮蛋。嗯，豆花豆花，为什么热的我在吹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豆花豆花，最简单的防疫哦。哪里有水煎包啊？本人很瘦哦，真的，谢谢。你本人也很漂亮。多少钱？水晶鱼。哇。第四道，而且那个冰都不是，哦，调味过的，好吃好吃，那种真的水的那个水。哎，你们豆花怎么做的？怎么这么嫩啊？啊！要吃完要吃完哦。嗯。嫩。那边，在那边。这个碗是啊，我的。哇，谢谢。还有吃豆跟奶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好，东江，懂在地人，速度是不一样。对对，是啊。鱼翅豆干这里一个。老板。鱼翅豆干一个。一碗鱼翅豆干。谢谢。好了好了。吃完了，吃完了。然后等干。综合。对，豆仔吃。综合果汁，综合果汁，综合，哎，怎么综合果汁啊？请问有综合果汁吗？啊，麻烦给我们一杯，可以装成两个杯子吗？谢谢你，这样多少钱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行了，好用了，好用了，哇，谢谢了。哎，没有，老板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小生意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对啦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大家做生意真的是大生意啊。哎呦，大生意哦，大生意就更要钱了。哎，我们来这边其实哦，还没有吃到什么特别的名菜，还没有吃到些肉啊，一些热的东西。在吃菜，喝果汁，我们快要出家了。来，谢谢。用灯，我灯哥，哥，高高粱。我得喝酒了。不能不能喝。高粱香肠。有，好像有哎。哥，对。肉灯高。糕饼呢？糕菜是不能吃的啊。糕点呐、啊。糕点就是蛋糕，对吧？不行不行哦。你要糕什么？米糕的糕不对。糕。蛤蜊，蛤蜊。蛤蜊有蛤蜊。蛤蜊汤。嗯，蛤蜊汤如何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这样子就饱了呢。哪里有吃的掉？二哥来，我们那边找。苏福磊，苏福磊，苏福磊是苏福磊，苏。好笑。Over。我在喊干呢。哎呦，好笑啦。七
请客。既然要玩，我们就玩好吃的，跟他们在那边啪你死我活的。看看他这客气，这个嘴巴多会吃哦，你夹起来。我们就不要跟他们啪啪什么。哦，那鲶鱼的嘴巴不是让得虚名。你不要在那边特写，会被剪掉了。对。谁煮饭？鲨鱼烟，鲨鱼烟，有鲨鱼烟吗？好了，给我们一份，一份，一份，一份。麦小姐，有没有披萨？免吃啊，免吃啊。谢谢，谢谢。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哎，我们这个策略这样子，吃完就可以回去拿韵脚喽。好，这样子。来，可以最幸福的。哎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哦，好吃啊。好吃啊。嗯。结束。来，我们回去。老板娘，谢谢。其实我们速度太快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要吃完了。我们以前根本就没办法做，都要站着一起吃就饱。我们一起录的吧。对啊。连香菜都吃完了。刚刚把那汤匙带走，被抓到了，刚刚把碗留在那里，然后现在把汤匙带走。导演太吓人了，不会，不可以这样，不能安静呀。喂，喂，安静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干嘛？好，我在录影，应该没事，要不要开出来接我一下？我有事啊！屁啦！而且我求你，你想我进去吧，你进去吧。哎，豆哥喝酒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屁啦，那个豆哥喝醉了。屁啦！我们在玩。屁啦！我们现在在玩，我们现在在玩游戏。Come on, yo.要吃完哦。我们以前根本就没办法做，都要站着一直吃就饱。我们一起录的吧。对啊。连香菜都吃完了。高，刚刚你不能把那汤匙带走。汤匙被抓到了。吃完了。刚刚把碗留在那里，然后现在把汤匙带走。来，我来问一下。老板，老板。老板可以有没有蛤蜊什么？蛤蜊汤。老板除了蛤蜊汤，还有什么蛤蜊最快？今天你好搞好不好？啊？好搞，用用炒的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炒的快，炒的快。还一份。哎，那这个，丝瓜，丝瓜炒，丝瓜。呀，那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嘛就收，不要收。来来来，汤哥赢了，太对。请问，你家有丝瓜蛤蜊吗？可以啊。结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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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丝瓜蛤蜊，不能说，来来，丝瓜蛤蜊，谢谢。有点帮我们串进来啦，好，串进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请他两个，他两个，啊，再帮我们拿个鸡皮哦，再烤个鸡，卷卷丝们才能点巨大章鱼脚，怪了，这个抓的很严格嘞，这边，哦，谢谢，谁吃完了，很烫哎。哎，小哈哥、一哥，你们回来了，来，先讲一下你们吃了些什么东西，我们要确认有没有试到。泡菜，泡菜，菜头，菜头，糖水，糖水，鲨鱼烟，鲨鱼烟。好，来试到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迅速看一下，一二三。好，韵文是这个。好。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韵味哦。我要先欧爹啊，我哎呦，竟然第一个回来的。是小哈跟毅哥，我觉得他们是赢在小哈哥的食量比较大，他吃东西比较快一点，其他人都太优秀了。太棒了！又是冰的，花生的，是花生妈妈冰的。薄荷很简单啊。薄荷哦，布丁也可以。章鱼脚，我们轻松的走去章鱼脚。哎，39号这边就有。章鱼脚，好香啊！好吃哎。章鱼知道哦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好。我们再加了。
那我觉得吃大章鱼脚可以了。他们好快啊！要这样快啊！他们都不认真，他们都没有享受美食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对。吃过了，他们要跑很久，笨蛋。可以坐着吃冰。我跟你讲，其他主播他们一直会认真介绍。嗯，请问有章鱼脚吗？一份。一份，这个就不是鸡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比较笨的。啊？还有这个？你第几个？讲真，讲真的，我们不要骗，讲真的啊。你们第几个？我们第三个啊。我们第四个。你们这样，哎、欸，不要吃太多，头会痛哦。真的啦，对，会浪费，会浪费。但是我们这个要考到时间，你们不要着急。紧张啦。好，接下来，第一名的话，我们要吃鸡皮耶。第一名。你们吃什么？鸡皮啊。鸡皮，他们接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好好好。这章鱼脚一份多少钱？看，五十。哎，这是五十，这五十吗？是吗？鸡皮超好吃。一百吧，一百块。哎，姐姐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对你放的吗？来，谢谢表，泡泡冰。还没有，我要回去拿那个章鱼脚。哦。我回去了。你们是不是很聪明？你就一道菜，整道菜就直接，欸、直接就直接少啦、啊。三十九号刚葱肉卷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盐酥鸡，盐酥鸡。盐酥鸡，好，好，好，鸡什么？跟鸡两三只，我也是，我只多点菜可以吃，好，要三只，要三只，要三只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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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好像等嘞，不好意思，再找一点慢点。一个，一个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两三只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杨米字撕开芝芝麻，回来了，来吃了什么东西？先站过来，然后告诉我吃了些什么东西，确认一下。第一个撕开头，对，第一个泡菜开头，泡菜，然后葱肉卷，葱肉卷，然后巨大章鱼脚，巨大章鱼脚，鸡皮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你们的韵尾是这个，好，不要给别人看到，哦，不是，哦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我们吃完了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回来吃东西来了，好好好好，你们现在吃的是什么？营养三明治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有鸡隆营养三明治啦，好吃啦，有，小白老虎，慢。人家吃这么享受，你们那么痛苦。我们加一个白马了，我们才撕开来吃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哈、喔、过年才会吃，真的。这个阿妈一定会叫你吃这个，因为这个代表幸福。哦。然后呢，它跟花生也差不多，所以我一直都在吃甜的，很有吉利的。哇！哇！好的，真有，好像真的。哎、欸，阿七，吃瓜的啦！不好意思，阿哥，你要给红口一口，十块钱吃瓜，大家进来喂，拜托点阿婆啦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哎、欸，这是哪里来的那个啊？章鱼。厉害。不是很确定，你看到他就已经最近在那边了。也对，你们没有不得到抓的部分。好。我们现在喝嘛？对啊。你刚说要喝什么？葡萄汁或者是葡萄汁泡泡冰。好，我们先喝一个葡萄汁。来，
葡萄汁一杯。哎，葡萄汁。啊，可以再多给我个杯子吗？我们小杯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葡萄汁汁，汁开头。汁。左。观众好。你请到，你请到。哇！塞进去，塞进去。又一组要过来了。来站到我这边，然后告诉我吃了哪四道菜。接什么？我们最后一组。啊，你们不是，也没有事，不是最后一组。是泡菜，泡菜。然后菜就是吃什么？菜豆仔，菜豆仔。然后从汁就汁，对，还有仔汁，汁综合果汁，综合果汁。然后章鱼脚，章鱼脚。好，你们的韵味就是这个。先走边讲。好，先出吧。大哥们回来了。他们比我们快哦。小王八蛋！快点点，你们让一点啦、啊！康哥，康哥，你们是大概第三、第四组才来看到的。不可能！来，你们吃哪个先讲，我们才会给他们讲啊。泡泡冰。包心粉圆。鱼翅根。鱼翅根。然后跟蛤蜊炒就是它。好 ，OK， 来给你们看韵味是这个。你说哇哇，哎，知道韵脚先走，先走，哎，有那蛤蜊嘛来呀？我叫我，这个又烫又外脊，擦加朵我哇，哎，我心讲蛤蜊，红啊吼，哦，丝瓜，丝瓜跟蛤蜊在一起啊，很少人会吃丝瓜。你们知道这整碗客掉？没有吧？我们都没有整盘，就是了哎，很烫很烫伤啊！哎，猪心米粉汤可以吧？或是猪什么米粉汤可以吧？没有没有，这里米粉汤哦，猪什么猪？我靠，对不对？老板不好意思，老板我可以点一个猪心米粉汤吗？猪心爆浆米粉汤好不好？谢谢，对不对？对。先说一些，先来一个鸡，对，就来个鸡屁股鸡什么的吧。鸡肉串，吃到螺，鸡肉，鸡汤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鸡汤，就可以天妇罗，鸡什么汤？这边有鸡汤吗？有鸡汤，鸡汤就喝这个天妇罗。鸡汤，鸡都可以。可是我记得一直有一次没有听过鸡汤的。蛤蜊，然后绿豆沙，绿豆沙，绿豆沙沙，对呀、啊，有来有来，请问你们有绿豆沙牛奶吗？好，一杯，来谢谢。没有了 ，OK 吧？就 COA 就 COA 啦，我们只要丝瓜就好，我们又没有蛤蜊。不是，我们已经试到了。不要再聊了，那我走，走了。刚刚我妈打电话叫我要吃饭，我说不用，我吃饱了。一般的这个绿豆沙牛奶应该不是这么多冰啊，我们基隆庙。没啦，还买冰的卡。哦，好冰。好喝。哦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从高中以后没有这样头痛。啊，喝开皮蛋。哇。的，豆花，喝，花生泡泡冰，啵，白马老，好过来，来看一下韵味是这个，锅，什么锅？锅嘛锅，什么锅？锅，这小什么锅？沙茶火锅，那火锅太难了，锅，来，什么锅？的窝多，苹果多多，柠檬多多，来一个。这个大杯我就好无去，没同干呢。我问他有没有柳丁多多。你这边有没有？我来玩啊！柳丁多多，快，柳丁多多，进来是康哥他们回来了，来告诉我你们怎么接到最后一个，柠檬多多，柠檬多多，恭喜坤坤，
全世界没有人赢过康克他们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刚刚才对啊，你们才比我们离开大概五分钟不到哎。这就是演艺圈的经验。哎，那我们连运奖都不用拿了。你们根本都连运奖还没拿，你们还没有拿。我们运奖都结束了。害你们在后面，我们跑好快，以为你们要来跟我们敲锣。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锣，没有锣。没有了。好，我们也顺便告诉基隆庙口的乡亲啦，好，恭喜武林大哥闯关成功，综艺三国志全员挑战失败，是不是有陷阱给他们了？有陷阱啊！我自己，我打你在哪里我都知道。我们有严重怀疑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那个丝瓜蛤蜊超烫。对，我们这组是制作人在盯我们，制作人盯我们，我们怎么会？我那个汤汤匙忘记还人家，还被制作人说你拿人家汤匙干输了。然后我碗没有拿，忘记拿回来，输了。你们这不懂得享受，真是这些人。我想来基隆庙口很久了哎，好无趣的一群人呢。为什么要这样玩呢？哎，你猜现在最慢的。我觉得康哥不少，有可能，因为他。我们结束了，我们没有地方回来，你们没有享受美食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输了，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不会赢啊，我们都输了耶，关主已经回来，是他们赢了，我全部都输，对，因为他最早回来，所以输的人全部挑战失败。那原本呢，我们是把大家的这个收工那个红利时间全部换成收工签，但因为想说全部人失败，这个太难看了，我们优惠大家一样，现在红利时间换成收工签，但是我们原本两边各抽四张签，缩成两张签，哎呦，所以只有四支签，你们现场的人最多四个人抽走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家的分数，一张、一张、八张、六张、七张、七张、五张。十张、五张、十二张、六张，你们同意这个女十二张六？前面玩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把各位的红利时间换成收工签，请上签头。好，来，准备来抽收工签了。来，签筒在谁手上？来，依序的把收工签丢进去。来吧，要拉拉。要拉拉。哇，好多，不用回家。没事没事，来，花花不用回去了。来，玛丽也会鄙视你的，对，你都不想加入你。来，抽几支是出来，最多是四位。康哥抽两支签出来，康哥拜托。不是两只，可以来康哥这边两只，我们出一个答案，先不要拍了。得奖的是，拜托康哥，完人，只有两个小弟。现在被公开的就即刻收工，剩下的得跟我们一起回到游览车上加班。好，即刻收工。好，来你先，加油，康哥的第一个，来，你。即刻收工，剩下的得跟我们一起回到游览车上加班。好，来你先，加油，康哥的第一个，来，立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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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康哥拜托了，康哥，最后一只，对着镜头啊，对，哦，就是这个镜头，对，上完第二天，真的，大师，没有，重复就是再重复了，重复两次，所以太凶了，意思吗？你凶一点，凶一点，这个节目当中收风了，啊，那你看，要重复哎，重复，没有，重复就是重点，所以我不能再重复，我不能再重复，就是。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。康哥第二只，这个还没啊，这个怎样？这个先看这个，先看这个。十二应该中一吧？太丢了，好，怎么样？我不忍希望感情，不要，你的脸。那请他们离开，然后我们谢谢我们两位魔王大来宾，谢谢康康哥，好，谢谢谢小姐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星星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你们继续啊，我收工了啊，那其余的朋友们就跟着我们一起回到游览车，拜拜。少了一些人啦，加班，好，尴尬，是要加班了，来呀，没事嘛，我们要等到那个，哎，听到这个声音就代表有任务了，哇，有游戏要玩了，各位，你们是有机会可以下班回家的，但是呢，要闯关成功，我们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。艺人恳亲会需在红利时间内 call out 给艺人朋友，并让对方到台视接人，成功即可抽风，失败则需留在游览车上过夜。还要过夜，要过，都到还要过，要过。再睡一天没差。我们现在会轮流进行，像花姐是剩一分钟嘛，我们吹哨开始计时一分钟，她必须要在一分钟内找到人来接她。轮流啊，是啊，只有一分钟，是接通一分钟吧。韩波打的时间，我打了一秒。哇靠，那你要选，一定会接的。对，我又不行啊。选第一个人来一场，要选谁？我先打给你就好，因为我们最近你先打，这样没有吃。来啊，吹哨你就按下去喽。你看他的手，你在手放在那个炸弹引爆开关上面的感觉哦。密集在联络。好，来准备。来，我还没啊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开始打了，你要对着，你要对着那个下面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下面这边对，上面这边，有吧？啊，这把其实可能，你麦克风是不是会对啊？扩音吗？已经扩音了，二秒了，14、14、15，你要睡车上17。没有声音啊，有声音，但是他没有接啊，他要讲话。23秒，完蛋，完蛋，力气啊，完蛋了。我觉得你先按，对，不能暂停。雨佑，我跟你讲，你快点来台视救我，快点，拜托拜托。我以前在模特圈怎么样照片？你先问他可不可以？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家里啊。哎，那你可不可以来接我？台视。还是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来接我，我今天就要睡，我就要睡在台视了啦。你要怎样？我要睡在台视了，救命！拜托啦，你赶快睡台视啊！快，你等我睡台视，救命啊！完蛋！他最后一次说他最后一次睡台视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有个致命的缺点。你让他觉得你在开玩笑的，你语气不正经。我说我救命，我回上我喊救命啊！他说那就睡台式啊，他就说你最后一次那你就睡台式啊。好，来下一位是谁？我今天要针对谁？要打给谁？我就棒棒糖开始打，好不好？这样大家都认识。对他那个他那群，因为他最。我先打给小杰，小杰他家离台式最近。哦，对，按了。你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沟通，有。哎，其实这种时候打群组通话会不会比较有机会？一次打给哎，对哦，群组通。哎，小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录那个《综艺三国志》，然后呢，你就是等现在立马出门，然后到台视接我。对，如果你没有来接我的话，我就要睡游览车上面。对。那你睡游览车啊？你们这些人的
看人缘怎么了？你当初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叫你不要去 JPA 那边，你就要这样子。快点啦！哎、欸，你还有游览，你还有游览车可以睡，你们现在在玩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打给，我不想跟你聊天了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哎、欸，请你五分钟，你好好说服他，你傻了吗？我还有别人啊，你同一个人，还有他，他有他，而且我等一下可以再回拨给他。先让他想一想，考虑一下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继续算，继续算了，继续算了。哎、欸，你哎、欸，刘俊伟，有，刘俊伟，喂，刘俊伟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来载我？故乡，载你。对，我在录《中医三国志》，然后如果今天没有找到人来接我回家的话，我就要睡游览车。话都讲不好，那你就睡啊，你又不是第一次睡。快点呐、啊，来接，来载我了，快点呐、啊。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术要……你在哪里？我在台市，你来台市接我。好、哦，那什么时候要接到？就是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明天。对。可是我过去很久、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你要来接我，对不对？拜托了，对不起啊，以前的事情。你唱歌，你唱歌比我好听。好，你承认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承认承认。OK， 所以你是风行第六个最帅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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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最帅了，你比豪犬还帅。不会。你比王子最帅，你最帅，你最漂亮，你最漂亮。在讲什么话？惹毛对方？最高，你都没有垫鞋垫了。哇哇哇！哇，这样还要来啊？这样还要来啊？是你我就不来了。好，刘俊伟，待会见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就你声音你不爽，对，他说不太爽。来来，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他会就放，他不会，真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做生意的还是要客气讲。好啦，大家的人缘好像都不是很好。下一位是谁？我来，丰田。五分钟。谁呢？西小瓜。哦 ，OK 吧？可以。你是打算用身体去换哦？你确定你上了他的车，他会乖乖把你载回家吗？搞不好我也去他车，一起睡什么的。预备。小瓜，秒接，有感情。齐小瓜，小瓜，啊，我在录《中医三国志》，然后呢，待会我们要回台市，然后我想要请你来接我，带我回家。我今天我跟你睡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不好？他说要回家换性感睡衣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穿性感睡衣没问题。啊，那你穿着性感的睡衣来接我好不好？没办法，露点呢？露点？会露点？我会遮，我会遮。我们会上马赛克。对对对，你接我好不好？所以答应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穿性感一点的衣服来接我好不好？要付钱吗？要付钱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付钱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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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特别打扮。好好好，我付钱的，我付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好，恭喜丰田找到人哦，来来了。谁啦？谁啦？我先打，我先排妹。你不会有一个标签都是绯闻对象？先熊熊好了，先熊熊熊熊看看。嗯，好像可以。那个画面太精彩。好，来准备哦，按下去了吗？开始。我大概十通就会接，我跟大家交情。打到十通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喂，熊熊熊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吃饭，那我等一下，我在基隆，我等一下要去台市。哎，啊，你可不可以去台市接我？拜托，来台市接我。哎，我们现在在哪？离台市。你跟谁在吃饭？很近哦。你跟谁在吃饭？查寝哦。谁？哪个男的？我听到男生的声音了。他查寝，他发生谁啊？谁啊？什么事啊？他男朋友有点奇怪。不认识。我去捡张立东啊。谁？那我去接你，他们说你可以来，你要来吃饭吗？不要了，我不想要你跟别的男生吃饭。再见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拒绝你？说大胆点。背着我跟其他男生啊，跟你屁事啊！我男朋友很好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后面的绯闻对象。
傻，那我们待好久。是啊，你傻在发抖。我竟然，很咸很咸。茶哥，在干嘛吗？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基隆，我等一下回去三国志。回去三国志。台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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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视。我要回去台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今天跟康哥一起录影，那康哥说呢，他到台视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看到你。如果你没有出现，你就死定。感动的旅长，你死定了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半个小时之后，你要提早到，因为我们这个，我们今天好像没什么塞车，你一定要提早到。地上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有点生气，因为我们今天录得很累，我录得很累。没有啦，康哥真的跟我一起录，我等一下传他的照片给你看。对啊，不然你叫康哥再讲一次，再讲一句话。康哥，你看他真的，他超气的，他气的，他很气的。好，你等一下出现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4:20，有这么笨吗？差很多吧。我跟你讲，喝酒喝，我跟你讲，脑子坏掉，耳朵也不好。对他喝酒喝蛮多。透过电话是会有一点点，他只要听到康哥，他就一定是关键字讲出来，关键字就会到。我跟你讲，我找女生来，女生如果真的来，真是好朋友。真爱。对，不能好朋友，好朋友。你该不会就是找依依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找依依太下流了。不会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样。依依的不能找依依。可以吧？而且安心雅住在三重，如果他愿意这样跑出来，不可以，他真的爱你，他超忙。哇，你要赌上这个？他很忙哎，我觉得有机会。好，来准备啊！这样这样，这个你手要抖，会紧张，真的会紧张，真的会。有几分钟？真的是安心雅。喂，安心雅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干嘛？好，我在录影。我跟你讲，是这样，我们在录《三国志》，然后因为我输了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基隆回台视，然后到台视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没事对不对？你要没事要不要开车来接我一下？我有事啊！屁啦！你有什么事？你说你现在从哪边？我从基隆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台视约会，八德路3段10号。然后如果你没事，你就待在基隆就好啦。不是，我们要回台视。如果你等下不来接我，我今天要睡在游览车上。那你就睡在游览车上啊，蛮舒服的吧？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不行。你就后面那边呢？反正你身体刚刚好，待着刚刚好。没有，我们有很舒服的床，但是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不要，你真的，你来，阿西啊，拜求你。安心雅，我求你，你要拿出什么诚意？安心雅，我求你，你想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要拿什么？你要拿？哎，豆哥喝酒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心雅，那个豆哥喝醉了。闭了！我们在玩。闭了！我们现在在玩。我们现在在玩游戏。神经病！你看我，我们在玩游戏。安心雅，安心雅，很好撇。哎，你也喝酒了。一要来了，豆哥要过来了，快，请你吃一次饭，我求你。彭大海谁开车啦？那个水饺。我开车去接你哦。对啊，你那么会开车的人，哎，以前路那边过的时候，我送你回家过啊。哎呦，但是你为了逞自己的私欲吧？为了要把人家吧？哎，重点，我怎么样？好了，就来了，快点，我没时间，我有限时啦。可以不来没关系，对。还有限时啊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答应了，还是哦，你等一下要上车来把我拎下车哦 ，OK？ 是认真的要去哦？认真的啦！啊，还可以打给别人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可以打给别人，他有时间啦，拒绝他比较好玩了，不要理他挂电话啦，阿姨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心中没有别的人，就是你。如果我今天没有依依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会求我跟你在一起了。你就会求我？不可能，是我就会求你。还要打电话啊？还要出发了？你可以准备出发，你可以准备出发了，拜。可以啊。换谁？好了，下一位是谁？一哥，好来。我觉得想要打给谁呢？我觉得因为大家打这种东西都会觉得好像要开车来接什么，我就打住在台视附近的朋友。
这个我很少打给他，但是他就理台式超近。我是李毅，嘿，哎，拍谁？我真的第一次要请你帮个忙。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哎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愿意来接我，哦，但是只是说他来了以后，我怕现场气氛有点尴尬。啊？先打了，我先打了。是不是我弟吗？谁的？不是，谁的前女友？谁的前男友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尴尬，最后回来改，不会不会，不会前男友前女友，不用担心。终于你来海市了，到底各位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来接你们呢？现在往外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终于抵达台视了，到底各位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来接你们呢？现在往外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不到了，应该有吧？有没有？爸爸的人有有，有好像有。先来一只，先来一只，谁的谁的朋友？快！立冬是有两个人来看你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这个是仇家还是绿茶的妹子？安心来了，安心啊，真朋友。天啊，会不会有粉丝以为我们这边在录什么红白啊？我太多艺人了，脸臭，脸臭臭的，太臭了，眼神，眼神，真的很开心。形象？为什么是我？啊，我喜欢你啊，这个朋友。好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走啦。走，你看这来接我，你看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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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你跟我讲是要九点到，你现在过十点十五分到，有事吗？太夸张！秀秀，那个男生是你啊？你跟他在喝酒？对啦。转换，转换，转换。哦。太夸张了！哎，我们没有要带张立冬走，我们是庆祝五周年快乐！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不是，茶哥，茶哥，好，你可以在那边睡了，我们走。不要等，因为他们等了一个小时。太夸张了！我先抱歉，用了康哥的名义。但我有个礼物要送你，刚刚那人长得很像，干什么东西？谁讲？我有礼物要送你，他自己弄的，啊？太阳绿茶，对我来说
你就是我的太阳巨龙。哥哥的，哎、欸，没有话的、欸，哎，把它丢到车下。具有哥哥的温暖呐、啊。太阳具有哥哥的温暖。专辑封面，专辑封面。先不要，你怕是可以需要差不多20分钟，我等了大概1个小时。没有啦，大家都有等。那谢谢你，而且你不要谢谢啦，这个丰田话的，丰田话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丰田话的，丰田话的，丰田话的。好，我要走，我要走，拜拜。我们要走，那我你们两个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上来就代表就 OK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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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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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周年，五周年，有有有，走走走。好了，下一个是谁的朋友？左姐，左左，左姐，哇，怎么来这么多姐？左姐，你真的来，我很感动。要不然我只有你在这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可以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开开个玩笑。我跟你讲哦，刚刚那个有人来，然后也有打自己的广告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也可以打一下广告。哦，欢迎观看我跟小花。篮球公主，对，谢谢。哇，这个 YouTube， 走走走 ，YouTube， 他的桌子也变多了。这时间我已经快睡觉了。桌子变多点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他桌子在画圈圈的，他觉得很烦。他觉得对不起底下的人。西小瓜，西小瓜来了吗？来来来，哎，是刘，不是你，是他姐的妈妈，他帅在这里吗？刀子嘴豆腐心，我真的很想让他睡车上，但我碍于我怕他念我一辈子，我受不了。我如果没来怎么办？就要睡车上。而且我想说，我如果再等几分钟，你不知道，我就不来了。我又不要了，我不敢外走。赶快东西拿走，走了，走了，太好了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知心好朋友，真的是真的。快快快，走走。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？你有什么要宣传的？什么？有什么宣传的？比赛什么武馆？对啊对啊对啊。来 IG 账号 ，IG 账号。大家多爱护我们花花就好。哦，交朋友没有利益的。加油加油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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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麦克风交出去，麦克风交出去。拜拜拜拜。那我就说。哇。再来是谁？还有谁啊？剩我们两个了。还有人来了。还有人啊？这个哎、欸，人哎、欸、耶！哇，基石夫妻耶！剩丰田而已。没有朋友哎。没有朋友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史丹利来来来。哎，反过来反过来。哎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在这种你们应该在外面喝酒的日子，然后打给你们，居然在家，而且还愿意来接我。真的，我们昨天喝太多了，太感动，太感动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宣传的吗？没有，还是你们有碍于说，因为我的淫威，我直接说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情？我只是觉得很烦。觉得？我们因为如果这次不好，我们应该在里面一辈子。对的，对呀、啊，而且我明明在家里打电动打得很开心，然后为了你，然后那个赚钱存档，然后再可以。好了好了，等下请你喝酒，等下请你喝酒。但我刚刚很认真在剪影片，要不然我应该不会剪。好了好了，哎呦，好，恭喜一哥，有人来接，麦克风放下来，直接带着行李走。谢谢，哎，走，我请你喝酒。没有关注，没差，他才是没朋友的，他才是没朋友的。他如果我们是一人接一个的话，这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行，好累好累好累。赶快赶快，东西拿来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坐过去坐过去。小乖，哎，不是这个场面怎么有点似曾相识？又是我们两个留到最后。哎哎，我看到有一个辣妹，辣妹啦辣妹啦。小瓜，小瓜，这三个都是你的。Hello， 白痴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这样子？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安心雅说，你会有个叫小姐吗？这是什么？我讲话忘掉了啦。你也太用心了吧！啊，我刚走路来，你知道我被多少人取笑？你走路过来这样，因为我家在隔壁，然后因为我就只能这样走来，然后忘记带雨伞，然后我这样走，然后我的胸部就一直这样摆，然后我想说，然后怎么办？然后我跟你讲，前面是体育那个小巨蛋嘛，所以有很多体育生在运动，运动完他说，哎、欸。有看到吗？我说哎哎哎，他说哎，怎么哎？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我想说，那么用心打扮，还是到底哪里才是漏洞？天啊！哎、欸，既然这样子那么难得来，热舞一小段，我们之后帮你配音乐。好好好，好来来来，你们问配史进瑶。
啊，不然我要怎么跳呢？西小瓜真朋友，好尴尬，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西大哥，这不是有麦克风吗？我叫车长小姐呢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开到他家，你可以再回你家。冬天我还要在家里准备一些时髦的，都可以。哦，是他的家。天哪，我这个路上被别人看到，我会丢脸呢。说丢脸？哎呦，屁嘞！我这出去要多少钱？那你找朋友？好，拜拜拜拜。冬天怎么会花钱呢？下次我们花钱叫小姐来。下次你会认真的来，来装好不好？拜拜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啊，五周年，大家都有亲朋好友带他们走了，那我自己搭公车回家了，明天早上见。这个画面不对吧？惊吓，惊吓，惊吓，惊吓。我们阵容身高差。惊吓，惊吓，惊吓，惊吓。Kiss bye, kiss bye 啊。我的。Kiss bye, kiss bye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正面，正面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不是、啊，我穿这么认真，什么福利都没有了，来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，这个。哇！来来来，洞房，洞房，洞房。挑战开始了，马上来到一个看起来很大的一个地方，听说这里是台啤篮球队的练习场地。我要听说这么大的词，这是主持人在讲的嘛？小哈，小哈，我们今天来到小哈的主场啊，我们就要邀请到三国志建五周年，我们一位回娘家的大来宾，我们大家的好朋友，三国的草创元老李仁刚。都可以找了，因为表演配合这只眼镜。OK， 你现在看得到吗？对不起，看得到。而且看完李仁哥的气色哦，我只能说李仁哥的决定是对的。对，然后这样年轻，只用我电脑，只用我年轻，他还年轻。其实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在看你们礼拜天的播出，我还看到李毅在吼螃蟹，我想说，怎么五年了还在玩这么蠢的游戏？绝对不要在我面前提卤蛋，卤蛋炸！还没录就走了，真的，绝对不要在我面前提卤蛋这件事啊！我很恭喜《三国志》五周年了嘛，然后看这个每一个好朋友，好不好？除了在《三国志》这个有五年的成绩之外，在人生各个发展也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。哎，总经理啊，对，哎，理财专家，哎，然后哎，一样还没嫁。好，威廉在戏剧上也有很棒的表现，还有少伟哥遗珠啊，对，遗珠影帝，对吧？你有眉毛，有有有，好，哎，没毛病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你看有没有？玛丽，玛丽，哎，你有没有趁这一段时间好好吃吃小鲜肉？没，对，我有啊，怎么这样子？是不是？轻松的，轻松的，还有李毅跟凤姐都是好朋友，对呀。今天很开心回来了。今天邀请到李仁哥来当我们的来宾呢，就是要帮我们第一个要先开球啦，哈，开球也要送红利时间给大家。对，因为呢，其实大家呢，我们累积红利时间是可以争取好康的时候。现在要请李仁哥帮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。我刚刚有试过，哎呦，那个游戏超变态，可以看出你每一个人的极限。哎呦，对，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不得了吧？一回来就把游戏讲得这么厉害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到底要玩的是什么关卡，要玩的就是这个。Three, two, one, let's go!
要请李仁哥帮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。我刚刚有试过，哎呦，那个游戏超变态，可以看出你每一个人的极限。哎呦，对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不得了吧？一回来就把游戏讲得这么厉害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到底要玩的是什么关卡，要玩的就是这个。灌篮高手，厉害！需接住被篮球弹起的饮料罐，成功的人即可获得红利时间。我为什么说它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体的极限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罐子弹到哪里。对啊，太难了。然后你要飞扑，你要用各种想办法接到罐子。好，是是是。那我们因为那个人数哈，场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分成两边。好，少伟哥跟豆哥两边猜拳。他这个他有让猜拳，来，他看不到啊。全部是油布。你去捡到。看不到，再见。真的，蹦！厉害，厉害！好，少伟哥决定了，我们先。所以你们先，对。好，豆哥这边先攻，来，我们进关卡。李仁哥就要担任我们的魔王，等一下会把这个酒瓶放在他的篮球上面，那篮球往下弹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接四面八方弹出去的酒瓶，接到就是五分钟的红利时间。有必要先给他们看过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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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们是先攻，不能够拥有太多优势。好 ，OK， 好，先把它放上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小心哈。哎，换一点，没错，换一点，小心还是我。你们小心，真的，你们小心哦，因为真的是有点可怕啊！来哦，来第一组，五到三，三国志五周年开球仪式，预备。失败，什么都没有吧？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哎，我们太没有，他太低了，要不要换一颗球？是他丢的不好，还是他丢的接不好？这就能讲话。我当初也是很受不了他的无理跟专制，他不是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所以呢，再一次嘛，没有啦，第一组没有一个球，来第一组挑战失败，第二组就位，好，来第二组准备喽，你要小心点，来，真的好可怕哦，第二组太高，开球仪式预备。罐子，恭喜王少伟获得五分钟红利时间。来，第一组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预备。也不用灰心，因为接下来关卡是李仁哥带领我们进行闯关。哇！别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好，大家前进下一关。各位经过了一段暖身的时间，有没有注意到小哈穿的不太一样？对啊。你要当那个我球品啊！你们帮我们打，真的是看不到光的打。我们可是打败后，就太多了，对啊。
队篮球队哦，他现在已经改成叫做高雄海神篮球队，跟我们是同一个职业联盟的。那我们不是每次对到他们，就是简简单单一个三十分，没有。哦，这一次是真的台湾的冠军，台体真的很对，你看就是。对，没错，沙哈。其实我今天应该走那一队的，好不好？我全身为了台体，我全身为了。人高马大，人高马大。哦，超棒，超棒！哎，这个汗臭红就很正式的，他速度超快的，惊人哈！你们今天所面对的魔王呢，就是我们台湾啤酒英雄队哈，这个冠军级的队伍。刚大家都说他们看起来没怎么样，真的假的？你站过去看看，身高矮的，站过去看说那个矮的厉害了。那到底知道那是我们中清华队当家公主那个啥？哎，他也是后卫，那个是而且是后卫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由台啤英雄呢来把关的关卡是什么呢？本队英雄对决，全员去台湾啤酒英雄队 PK 趣味篮球赛，获胜即可得到红利时间。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分上下半场，每一半场是六分钟啊，我们最后是总比总分来看。但是只要这上下半场里面有人投进的话，那个球员就要下场。我们是5-9的状态，我们这边占尽优势，人比较多。你确确认对九个人，一人对九个人，只要有人投进，随时会下。对。李仁哥，你可以随时决定。打完大一点，输了直接那个惩罚。惩罚什么？惩罚什么？两队各半一个砖。好，李仁哥，你说我出来被砸吗？可以，你对半输的，可以，对半输的，可以。好，你们谁？你们谁？李仁哥。老板，通告费先重新聊一下。如果输的话，对啦。来呀，来呀，打！来呀，来呀！好，还有台啤总经理也一起出来，总经理好像对对对，我们输，我被砸，然后看你们要不要陪我一起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良心的。你刚刚有什么毛病？我看不知道该怎么危险了。我觉得小哈动给，所以小哈不管怎样都要被砸。好，各位赌上篮球员跟杂牌运动员的这个尊严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趣味篮球赛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三国篮球 PK 赛，我是主播郑雅芳。那现在还是要震惊一下，先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会怎么样的进行。那待会儿呢，台啤球员会有5人上场，三国志这边会有9个人，算是砸币子大放送。对对。但更特别的是，只要投进球，其实太会得分好像不行，因为进球那个人就得要下场。哦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台啤英雄这边，比如说很快速的几个人都投进了，那我们就没有人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比赛就结束喽。没错。对，那我只希望我们讲话可能需要久一点，因为这场比赛很快就会结束。没错，但如果说没有人全部下来，大家都偏偏手感不好投不进，那我们上下半场会打6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但现在重点是，我看各位球员好像都已经热身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比赛要准备开始喽。我在想要不要分什么防守队跟进攻？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因为我们有9个人啊。对对对，我在想说，应该5个人就是人盯人防守，一人盯一个，一定守不了。我们要9个，可是你就是只要包着他就好。嗯。那另外进攻的时候，4个可以去倒传。嗯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复杂，大家懂不懂？你要不要叫我上次跟他们打过的感觉？没办法，听不太懂。好 ，OK OK。哎，尤其有一个人，他拿了球，他就不会传球。对，他不会传球。得分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脸，他就是这个脸，就是啊，正常的。请总经理来讲讲话。很多，我只能说很多得分王那一队都没打赢，都不会拿到总冠军。好，没关系，稍微等一下休息，下半场再说。一头就休息。三国志的被他们来找我们踢馆，我们觉得他知道我们的厉害，哦，绝对不能够
轻易的让他们觉得想要可以有机会可以得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一分钟之内，我就让你们这些三国志被他们血流成河。三国志，加加加！明显的是，就是我们两队派出最高的球员来跳球，小巨人啊，小巨人，结果小安还是站着，还跳出。对。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可能要靠你了，要靠我来好好转播吗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，啊，我们主播看不到球要怎么播？一时一时怎么播？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三国志防守很精，对，三国志防守非常好。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跟去年跟孔泰国旗，也就是现在的高雄海神，是打过一场高强度，有放合金的部分，对对，但是都知道怎么样分工了？对对对。那马力直接贴到了李坤男主小安身上，小安现在还是人群中间，人群中间稍微靠一点，把花拿球就给掉了。黄哥一个大号三个，黄哥一个大号三个。明显黄镇是想要下去休息，想休息。黄镇受不了这一场闹剧了，非常明显。其实小安私下是个爱老婆的男人，是当然。你们这一段是不是在帮他做一些？我怕他这样回去会被老流改，我很怕。哎呀，差点被超杰喝酒宣泄，再拿酒宣泄。我的超杰，三国志这一次真的是有备而来，威廉推进快攻，传给到外围的少维。因为他们总其实是有分防守。
教练也没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。你话敢说？我话敢说。我觉得再让人跑下去，只是会提早身亡而已。他们快死了。我换一个啊，看你们谁，你们三个谁要谁要换？你们三个决定，你们三个自己决定。还是他还要还要打？那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谁要下？还是你还想打？还想打？还想打？我们两个都下来。现在开始。跟台皮球员讲一下，刚刚我们是当做综艺节目在打，现在是运动赛事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车子华，一个来喽，一个来喽。车子华，我希望你不要让你人哥手断掉，谢谢。真的非常的神奇，他刚在镜头前这么嗨是，就是不关他的事，他是他后一直会走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现在呢，三国志这边剩下八个人，因为一哥进球，所以要下场，所以现在是八打四的状态。七五六七五打四，那目前的比数呢是来到了3-3，状况看起来是非常的激烈，但那英雄队发生传球失误。难道说不是？你看一下周志华，你平常周志华控球的能力，有可能这一球真的失误吗？是他真的失误。你这样讲，小心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不会，你会赢啦，你会赢啦 ，OK 啦。他顶多他的那个凶狠程度，如果是一只斗牛犬，那我就是藏。你就是藏哦，好想看哦。哎呀，方田呐，你跟小安干嘛？球权齐伟也尝试大号三分球，短了一点。多加奖。没有出手，打到外围的小安三分线外，弹框了出界，球权回到了三国志上。没有放弃，哎，要不你来播啊？我觉得你很想念的，一起嘛。我觉得你播的比较好，因为我太投入在这里。你又上篮，哎呀，差了一些。哎，我觉得我可能这场比赛我快没有耐心看下去。周志华还有还会继续还会再来啊，不要停下来。距离，裁判裁判想照，你看三国志球员很激动，非常保护他们总教练。现在李仁哥站上了罚，就是有两罚的机会。是不用下场，对对，所以李仁哥还可以继续在。所以其实李仁哥这一个得分其实是很划算，聪明买饭。对，得了分了之后他还不用下去，我们人数还是维持。没错。看到他是九八包，两罚中一，英雄队最后二十二。
二秒的进攻机会，小安跟大队的一对一对决，看起来就非常的积极保守，花花就知道上去，熊到了，还有谁？秦伟一个杀了就是两分。真的很难好好坐在位置上，因为他一心都一直投入在英雄队里面。哎，裁判现在怎么样？裁判你要好好吹啊！听他接下来回家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那个三国志，你们慢慢打，这个时间永远不会走，好不好？丁凯这一波进攻三秒就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时间没有走啦。球队手上一抛是没有进的，那我们上半场的比赛时间也结束，目前比数是5-4，由英雄队暂时领先。欢迎三元哥、严佑廷、吴希廷、叶龙松，还有廖宇杰小姐。全员是金华明星队进行排球 PK 赛，获胜即可将红利时间转换成奖金。到了发球，这一球看起来有点软。第一时间的攻击啊，突破 KO。以为是出界了，竟然没有，对，挡住了。排球甜心廖宇任来发球，是女排领先的两分的状态。哦哟，漂亮的一球。